Tu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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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.二零古堡，二零古堡破太久了，来，快打旋风吧！石油王哦，下次找找石油王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使用的，今天的目标是把淡水先生走路，还有大门先生逃跑，用到淋漓尽致啊！我们只要可以把这个技能哦，到100%，这样就有了。谢谢 DC77712000的五个月哦，啾啾。自从我学了淡水先生走路哦，我的分数哦是扶摇直上啊。直冲40000。负重训练是有用的，你说他变瘦了吗？键盘的斜下斜上要怎么按哦？嗯，两个按键一起按。2 minutes. I'll finish you in 2 minutes. 昨天快打旋风挂掉之后，我重新安装了，没事。我还是有跟淡水先生学了几个招式的啊，都 OK。我跳到40000了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自从我跟他们打了之后，我的分数真的是扶摇直上哎、欸。哎，我英雄联盟怎么在排啊？来，英雄。啊！哎呦，没事。哎呦，尬的 CC 对冲，完全就是不同凡响啊！我的尬、欸、我尬的 CC 对空这个必杀绝技之后上分，没事，认得了，刚刚是英雄联盟排到了，没办法。感觉不妙的时候，大门先生逃跑。起飞！好，几号台上去？我还是决定要几号台上去。各位观众，我这个淡水先生走路，大家觉得用的如何啊？我觉得至少学会了60-70%左右了。各位观众，淡水先生走路的精髓呢，已经融入在了我的骨子里啊！我的一举一动都像个淡水先生。
天打这个对手看起来还是不太需要大门先生逃跑，哎，他跑掉了。我有走路啊，我不是一直在走路啊。你好啊，台中攻杀回王。淡水先生走路超难的。哦，这个是淡水先生直传欸。那我学得很快也是正常的吧。大门先生今天大门先生今天并没有参赛啊。那妮妮子，这位是我们西洋拳主将。我觉得世界上应该只要有淡水先生走路，还有大门先生逃跑，其他的流派都应该被废除。哎，不对啊，还有尬的这些最空。淡水先生走路是对血量比对面高的时候不要动。OK， 我等一下血量比对面高的时候就看我的淡水先生走路，直接把他逼过来。来的有点久，淡水好，我们先记好等一下要做的事情。我昨天晚上呢跟淡水先生聊了整晚，他教了我一招淡水先生退康。淡水先生退康嘛，真的用给你们看。但是首先呢，我要先把他旧招式淡水先生走路哦给弄好。然后我把那个限制给弄掉，你们要点就点吧，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啦。看好了，我的淡水先生退康。淡水先生之正在等待对手，完全排不到人欸。什么？你只整啊？哎，怎么排不到人啊？敌人欸。这个时间人还是比较少的，我们来看看有哪位师傅在线上好了。哎，排到了。这游戏是不是听到了我在讲话？还是没有进去游戏啊。师傅都去八楼了。进去了，我就先不用淡水先生退康了。那个招式，等我完全练会再用。我先用淡水先生走路，只要我的血比他高，
我就等他过来，用左的把他玩死。好，来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对手，是一名来自新加坡的玩家，5106分，等级57等，玩8000多米。Round one, fight.等一下，我要怎么玩猎神啊？等一下，玩猎神。淡水先生走路。淡水先生。哇，刚刚就差那一下我就要赢了。哎呀，淡水先生起飞。啊，淡水先生飞出来了。心意有到啦。没事，下一场可以。刚刚感觉心意有到。Round one, fight. 啊！淡水先生被揍。新加坡的朋友，没问题，谢谢 OW Black 三个月哦，淡水先生才不会崩炸嘞。看我的，淡水先生 Poker。淡水先生直传，淡水走路，大门逃跑。大门拖时间，哦，淡水压起身，大门逃跑，他这啥东东？没事，我还有淡水走路。哈！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淡水先生走路优势的时候保持好距离，完美的蹲在地上防御，让对手没有任何
出手的机会啊，这样子、哦、我就血量的优势，所以用这个血量的优势把对面给打死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Round one， 淡水先生对空。啊，血量优势。淡水先生。大门逃跑！大门逃跑！大门被抓了。Round two， 快！好，我们一开始的好好的防御啊。哎。哦。没事。这个 ，You lose。刚刚热手而已啦，下一场认真的，我要怼下一个。变成银牌了，没事，我们成长很快。淡水先生表示能吃出高徒啊。大门先生要不要战斗啊？大门先生在不在啊？我也觉得不能一直依靠大门先生逃跑，其实大门先生逃跑蛮容易被抓的，偶尔用一下就好了，而且还要用气。好了，我要开始认真的用我的 guard 直接对空了。刚刚 guard 直接对空了，失败了几次，这一次不会了，我们这一次要稳扎稳打。首先有优势的时候尽量不要动，我们把对手逼至角落。这一场的目标，我们游戏目标不只要赢，要赢得漂亮，我们要把对面逼到角落之后，慢慢的把他磨死。我要赢他50%的血量。然后来了，是一位新加坡的玩家，5169分，长得跟刚刚那个人有点像，金发的。这就是他。Round one。Fight！ 打后面。好，来，淡水先生走路。好，逼到角落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将他逼至了角落。这个时候，我的。看我的！我知道了，他怎么赢的。
好，淡水先生走路了，各位观众。淡水先生有告诉过我，角落是很危险的，我们绝对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就把敌人哦慢慢推回去。啊，淡水先生，没跳过了，这是尬的直接对空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太会了，朋友。You win。再拆，再拆喽！淡水先生的徒弟哦，正在起飞啊。李凡什么都不需要，我只需要淡水先生走路就可以轻松解决这玩家了。 Round one， 他一开始哦每次都会直接飞过来。淡水先生走路，啊！大门先生逃跑，大门先生破格，啊，淡水先生走路，尬的这些防空。哇！嘿！不好意思啊。You win。我直接暴打他一顿啊！完全不给他任何情面了。这一场呢，我的淡水先生走路可以说是做得出神入化。没有给他任何一丝哦逆转的机会，轻松的将他给解决了。什么靠塞？这个就是我三成的实力左右吧。
突然会走路了、啊。我不是突然会走路，我本来就会走路。这个招式我本来就很会了，本来就是我的专长。打的直接是不会膨胀的。其实我现在已经这么猛了，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。打这种五千分的，不是我的对手。系统啊，正在帮我寻找下一个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还有什么时候才能排到呢？怎么说三万分呢、啊？就在今年。各位观众，就在今年要三万分了。要开始爬分了啦。先上三万分，我们先上三万分，目标三万分。好，这一次我们遇到的是越南的龙，4019分。龙这个角色跟刚刚那一只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啦，两个招式就很像，就一个长得，一个是金发的，一个是黑发的。Round one, fight.我懂他了，我懂他了啦！我知道这个人怎么打了。爸爸抱，爸爸抱。感谢你的donate，让永杰的失控越来越好，这一次爱你哦！谢谢啪啪过个这两块，啾啾！我才不要叫小港先生呢、欸，小港先生听起来太凶了吧。先别说那个字，先等我赢了再说。哦，这个人怎么一直这个样子啊？啊，完了，大门先生逃跑，再坚持一下。这场就算要输，我也要有气。哦。啊！我也不要叫番薯先生、啊、大家帮我想一个帅气的绰号吧。特别爱飞。啊，弹了！还好有大门先生。谢谢奥斯汀利的三个月哦，啾啾啾！番薯先生，我就不是番薯先生了，以后就叫我。想不到什么帅气的称号。叫我大毒哥吧。这个人是打超级
超级 Hadouken 流哎、欸，超级 Hadouken 跟下重脚流。他只要感觉到了，他就会用下重脚。我被他踹死了，没面子，要认真了，各位观众，淡水先生走路。好，我的淡水先生走路了。知道吗？淡水先生有说过一句话：不要解摔，这个游戏是不需要解摔的，摔就给他摔，摔了死了就算了，没事。好，有一个人要我进行战斗，哎，是谁啊？对面这个是倒地必生龙，然后走过来他一定会下重脚，走过来一定会下重脚你。快要猎神了，猎神快要把我灯招走了。淡水先生说过，就是刚，就是跟他刚就对了，不用想任何的东西，打就对了，一直揍他，一直揍他，压他起身，站起来就扁他，被他摔就算了。淡水先生那个时候讲的是一个激动，我听得眼泪都流下来了，真好。不要解摔，没有，这个是他私下传授给我的秘技，这个是秘技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不是我的敌人，所以我特别讲出来给你们知道，不过这个是我们的秘技。再赛一场，再一场，再一场就去猎神，再赛一场就猎神。自从我学了这招之后，直上四万名。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好，打完这场啊，要准备来去猎神了。十一点半跟魔石他们玩。等一下，我先测试一下我的猎神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这一次排到的是一个大门先生的面角。这个大门先生的面角，我上次也跟他怼过几次，我已经知道这个要怎么对付他了。昨天呢，淡水先生哦也有告诉我要怎么对付这个角色，他说这个角色哦就小心，小心他用那个头顶就对了。
淡水先生走路。哦，大门先生逃跑！什么吃饭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等等，我在淡水先生。淡水先生走路，淡水先生必杀大招。啊，这个时候淡水先生有出过，要小心哦。他有气的时候，他会想冲过来。大门先生逃跑。醉了！老弟，等等，快了，快了。Final round, fight！ 快快快快，我快把他打赢了。各位观众，淡水先生，我要用淡水先生对抗了。淡水先生对抗，啊，大门逃跑。上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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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淡水先生退抗不到啊，哇，被他一滴血给干掉了，太帅啦！好想再一场了。好啦，我们要准备来打。